团队都挺年轻的，大家也都挺处的，也都跟朋友似的。我叫张国鹏，93年。周文强，我94年的。我叫曲晓文，是我95年的，今年28岁。都30左右岁，我们最小的今年才26岁。咱们本地现在拥有1万多粉丝，都是咱们齐齐哈尔的粉丝。转化非常的高，我们订单不断。像我们平时每天都要接3次个活这样。市场前景特别好，这个行业，因为我们当时做的时候也快过年关了嘛。赶到咱们北方就是过年，扫灰这个季节，一个月我们接了200多单，在本市。然后因为人员那块儿当时招聘过年了，就是特别难，拒掉了得有300多单，将近400单那样。其实当初为啥开公司这件事儿，我记得特别清，就是当初我家雇传统保洁，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是中介的，他跟我说200块钱，我说这么120平方房子200块钱那么便宜，我说来吧，然后来了两个阿姨，我印象特别深，拎了两个那个涂料桶，拎了2个抹布，然后他说呢，孩儿啊，阿姨这块儿不能做，我说那阿姨那不能做那咋整啊，我不能说你做其他地方这个区域给我扔下，阿姨说孩儿想做的话得给阿姨加50块钱，然后我说阿姨那行，50就50吧，然后阿姨工作一会儿说，孩儿我这块儿不能做，你还得给阿姨加50块钱，我说反正都做了就加吧，本身200块钱的东西，结果最终要了我1100块钱，然后我就想，为什么讲好的200块钱不停的在有附加费用？我想如果要是年轻人干，肯定要比阿姨们做的要好，然后我们直接就统一标准，统一价格，没有附加项。我们前期15天会有个培训，包括理论，完了专业那个实训那个操作，包括所有的工具。每次出发的时候，我们会排成一排，然后做完每次那个服务项目之后，回到公司会做一个复盘，每天都进行一个总结。最主要是有售后，我们每次做完一单的时候，售后期是3天。如果那个假如说有的业主不在家，假如说多长时间回来之后发现那个位置不足，我们会进行一个那个售后，公司会派出一个人或2个人之间去那个帮业主去把售后做一下。我家这个刚开的时候也雇过，那叫钟点工，就是打扫了一下午吧，但是呢也收拾的不是特别到位，所以说我女儿说就是这回找的是这个专业的。保洁平常的保洁吧，他有的地方收拾的不好，也油渍子了，还有犄角旮旯了，还有棚顶了，那都收拾不到。你像这个专业团队呢，他们就各负其责，有的是我们的阳台呀，后面呢，还有前面门脸啊，还有我们那个加热车呀，他都给我们收拾到了，还有我们那个厨房那个油烟罩，都收拾到了。这个行业也算是高薪职位了，在本市一个月，平均下来的话，现在工资稍微低一点，在7000左右，6000到7000之间。到过年这几个旺季，从8月份以后，每个月应该赚到10000，不是问题。那这市场体量不是一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就能做下来的，对吧？如果说有更多人加入我们，或者是来我们这边相互学习、相互探讨，把这番事业大家伙一起做起来，更多人做。那我们会做得越来越细，互相比着做，大家伙业务能力强了，让老百姓体会到真正的服务，对不对？对我们也是一个自我提高，然后让更多人能认识到我们这个行业。